随着风摇摆 Celebrate在这个炎热的夏日，偷得浮生半日闲，驱车40分钟，来到东莞大屏嶂森林公园。今天游人稀少，我们悠然漫步，体验这片竹林的静谧与美妙。我和妈妈同行，携带的是 Insta360 全景相机，搭配大疆 Avata 第二代，记录整个行程。妈妈还特意准备了午餐，虽然用的是耐雪的茶的外卖袋子装的，但里面却满载着妈妈的爱心。一踏入森林公园，密密麻麻的竹子令人惊叹，偶遇一根吊丝竹，谐音让人忍俊不禁。行走在竹林间，顷刻间便看到了满池塘的荷花。尽管水质不甚清澈，但满眼的荷花包场的感觉令人心旷神怡。途中妈妈不慎在越过小水沟时摔了一跤，我用全景相机记录下了这个瞬间。幸好午餐袋漂浮在水上，没有沾湿。确认了妈妈无大碍后，我们继续前行。在竹林深处，我们发现了一个小亭子，可以俯瞰整个池塘荷叶的美景。远离城市的喧嚣，置身于这片宁静的森林中，景色令人陶醉。但也提醒大家多喷驱蚊水，蚊子实在太多。在龟鳖养殖基地前，我们尝试了子弹时间拍摄，非常有趣。全景相机的妙用在此显露无遗，捕捉到许多独特的画面。接着我们漫步在森林公园的道路上，我使用了全景 HDR 拍摄，阳光充足，画面色彩丰满，回放时效果惊艳。走出竹林，我们进入了栗香园，四周尽是荔枝树，尽管时节不对，没有见到果实，但空气中弥漫的荔枝香气令人陶醉。穿过雾气缭绕的园区，来到广场，整个广场空无一人，成为我们的休憩之地，享用午餐。午餐时我使用 Insta360X3 的单镜头模式拍摄，最高支持 4K30帧，虽然机内回放有些卡顿，但导出到电脑观看非常流畅。尽管细节处稍有欠缺，但作为 Vlog 记录已足够，自拍时广角镜头也无需裁切太多。略显尴尬的是，拍摄时镜头必须横向放置，导致整体画面也都是横向的。拿着单脚架的横向全景相机拍摄有些奇特。用餐途中，天突然变脸，下起了瓢泼大雨。我们匆忙地跑到另一个亭子避雨，本打算用穿越机飞行，却因雨势过大推迟了半小时。久违了 DJI Avata 2， 起飞后，在地图上已经相当大的森林公园，通过穿越机的视角显得更为宏大。树木遮挡信号导致超视距飞行困难，但第二代 Avata 在画质上有提升，重量减轻，动力略显不足，尽管如此，其续航和静音效果依旧出色。后期使用 Gyroflow 进行增稳处理，画面流畅丝滑。飞行中空气中仍有不少水分，遂暂停飞行。低空飞行时发现儿童乐园，穿越其中别有趣味。今日户外 vlog 接近尾声时，遇到了一个惊喜，来自天健房屋科技的小郭。我们交流了穿越机的使用经验，他的专业水平和对穿越机的热情让人印象深刻。尽管时间有限，我们交换了信息，希望日后有机会深入交流。结束时，我使用 Insta360 的自拍模式，将两个镜头的画面结合，形成单一画面。虽然只能拍摄 1080p 60帧，但定向拾音效果优秀，声音清晰。今天的 vlog 到此结束，我是亚飞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